10月1日，黎姿晒出照片，与家人一起庆祝自己的52岁生日。画面中，她手捧鲜花，在家人的陪同下吹灭蜡烛，笑容灿烂，看起来很年轻。她也发文表示十分充实和快乐，也祝大家国庆快乐。黎姿的笑容还是和年轻时候一样甜，流露出两颗美美的梨窝，只不过气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有灵气，更多的是沉稳优雅和大气。三个女儿站在妈妈的身后，都已经长得亭亭玉立，虽然都被遮挡住了脸颊，但是依然能看出来长大了许多。黎姿手捧鲜花，笑眼弯弯，一旁的丈夫搂着她，马廷强两鬓斑白，眼角和额头上都布满了皱纹，看起来和蔼可亲。毕竟两人之间有着15岁的年龄差，外加52岁黎姿保养得好，所以夫妻俩同框，像极了两代人。一家五口同框，有如祖孙三代一般。黎姿被三个孩子围绕着亲吻脸颊、太阳穴和头发，画风相当有爱温馨。黎姿双手合十许愿，发型简约。